今堂呢 suppose 是做研究工作簿的，研究工作簿好，咁就是呢你哋嘅 drawing 同 painting 要将所有你谂过嘅、做过嘅全部摆晒落去本 sketchbook 度，等我啦，等考官啦，全部知道你呢一个创作之前所做嘅每一秒、每一个 step 做啲咩。咁当然呢，就包括有。我哋最喜愛嘅呢個 idea 啦，idea 細緻咧，你啱啱開始一啲好細嘅 idea，一啲 mind map，平時你行街見到你有啲 feel 嘅嘢喎，叮，有啲 feel，有啲感動，有啲嗰啲叫咩？衝動想影張相啊，甚至畫張畫啊，甚至做個 sculpture。係因為你見到嘅嘢咧，嗰啲都其實係你 idea 嚟嘅，可以好 random，可以唔關事。呢、這個 stage 咧係唔需要關事嘅，將佢哋記錄晒喺你自己個 sketchbook 度。然之後，當你有100個呢啲咁細細個 idea 之後，再篩選某2、3個你認為比較可行、比較中意、比較想繼續 develop 落去嘅，繼續深入研究嘅一啲方向嗰度，然之後先再做 research。research 就係啲圖啦，或者其他人做過嘅嘢啦，又或者係再 consolidate 你啲 idea 究竟可以由咩方向去做。research 可以係圖，可以係文字，亦都可以係你一手訪問翻嚟嘅資料又得，冇所謂嘅。research 之前已經同你講過有兩類嘅，一手同二手。我當你做完 research，我肯定咗有一啲 idea 我係想做啦。一个大方向，咁你就开始要做一个创作目的嘅 statement，系一篇文咁样嘅嘢，就好似你之前个 personal statement 咁样。其实呢一篇文一路写咧，就会帮你厘清到究竟你自己想做咩啦，话到俾我同埋考官知究竟你想做啲咩啦，同埋嚟紧落嚟实际嘅 planning 同方向点样做你嘅 SBA 或者你啲作品系紧要嘅。而今日呢，唔知同唔同得你做呢样嘢，不过我会试下嘅。好啦，首先我想讲禁毒嗰个比赛，有人未交俾我啦，有人未交 application form 啦，有人冇写名啦，我觉得实在太夸张啦！你哋中四一幅咁样嘅嘢都可以唔写名，唔系咁样都要我凑系嘛？我唔想嘥啲咁嘅时间同你哋做啲咁无聊嘅嘢，你俾我俾啲时间你哋。train 你嘅 painting drawing 做 SBA 教好你哋嘅 VA，唔好将我啲时间劈咗落去，要捉你哋写字咁低能嘅嘢度，好冇？你同埋你嘅 quality，大部分唔系我谂嘅咁样，系一啲好小学嘅 style，唔系唔得，cartoon style OK，但系你上网 search 下插画、漫画应该有 quality 系乜嘢？连铅笔痕啊！出界啊，甚至系未画完呢啲咁嘅 feel 都仲有喺度啦，咁你哋真系有排 train 啦，我好担心。我第二海洋嗰个比赛呢，11月9号你哋要交 final 嘅，11月9号 final 即系话你要完成晒所有。咁如果你之前有问题呢，再揾我啦。你想留喺度做呢，又得，你一定要话俾我知。我唔系每一个放学都喺学校嘅。好，第三 sculpture 10月31号。系要完成，上埋 coating 嗰只完成交俾我嘅。今个礼拜五一定要完成到成个形状，下个礼拜全个礼拜就喺度上 coating。OK，要需要留低咧，就揾我揾我约放学喺度。OK。好啦，今日要做嘅嘢咧，其实唔多嘅，你应该画紧2幅黑白。一幅係 pencil，另外一幅係 drawing pen，係咪？咁今日呢，因為我教唔到你好多嘢，我想你哋做嘅呢，都繼續係 train 你哋嘅 drawing skills 嘅啫。咁你要做啲咩呢？首先拎你哋嘅電話出嚟。嗱，唔該，even 我唔喺度，就算你我喺度，你哋都係咁樣，我真係好詫異。你如果係用電話呢，就真係 for 上堂嘅 purpose。
你上緊堂嘅時候，你嘅電話唔該唔好用嚟做其他嘢，好基本尊重，好冇？即係唔好令到要鬧你哋唔俾你用電話，好戇居，我覺得中四唔俾用電話，但係你哋咁樣控制唔到自己，我幫你咯，好嘛？即係唔好咁對我，唔好咁對你哋自己。我首先咧揾咗一幅黑白相，黑白相可以係類似我而家呢個咁樣，又得人又得 landscape 又得，冇所謂，總之係要黑白嘅。然之後今次咧，我要你哋用鉛筆畫到佢一樣，exactly 一樣。點樣 exactly 一樣咧？即係咧，我用張紙。我用張紙喺隔離啦，然之後咧，我盡量畫咯，畫得幾多得幾多咯。黑色嘅地方我依然會變翻做黑色啦。呢啲咁嘅地方，最緊要係咩咧？有 darkest 嘅地方，有 darkest dark，最光嘅地方要留白嘅。唔畫嘢落去最光嘅地方就已經係最光啦。你要做嘅點樣可以令到佢更顯白呢？就係有啲黑色嘅嘢咯。黑色嘅嘢佢嘅 contrast 夠大，個對比夠大呢，其實就好自然見到白同黑嘅分別噶啦。我點解要黑白相呢？其實就係想你最難就係中間呢一啲 gray tone，一啲 middle tone。中間嘅 middle tone 實在係千千萬萬個 middle tone，譬如呢一個係灰色，呢一個又係灰色，相比起呢個淺好多，呢一個深好多，但又唔可以深得過最深嘅呢一個 pupil 位。所以點解我哋每一次 drawing 咧都需要揾最深色嘅地方開始先，就咁解。所以一個 drawing 需要嘅係你揾，首先你要 observe，然之後咧。要個草稿係準確嘅，點樣可以準確呢？有冇試過呢？一幅畫，然之後打格仔，跟住另外一幅畫呢，我就係咁要畫啲格仔，跟住每一格就跟翻開呢一格嚟畫，大概就會差唔多啦。但當然你啲格啲 size 完全唔一樣啦，如果唔係呢，就冇鬼用噶啦。好啦，第一你個草稿要 OK 啦，畫完之後呢。第二個 step，哇，好煩！第二個 step，一、二，第二個 step 揾最深嘅地方，darkest dark。每一張相，每一個地方都應該有佢最深色嘅位置，即係接近黑色嘅地方。咁你可以由嗰啲地方着手。最深色嘅地方咧，suppose 係應該要最粗同埋最大力嘅線條去畫嘅。啊，有啲淺色啲喎，點算啊？咁咪輕力啲咯，或者你上次試排線係咪？排線嘅時候有密有疏，當然疏感覺上就已經再淺色啲啦，係咪？咁你就要透過力度疏密嚟做啦。你嘅密度可以係黐到好實啦。或者 cross hatching，記得你試過做呢件事，cross hatching 去慢慢做個漸變又得，然之後做有個深淺嘅效果。用鉛筆就最好啦，你可以 blend，但係咪度度都 blend 呢？譬如有啲地方你可以 blend 嘅，譬如你見到呢啲呢，見到呢啲位置。好滑嘅，佢 smooth 嘅，佢嘅 transition 好靚嘅，冇一啲好明顯嘅線條，呢啲咪需要 blend 咯。你可以用手指又得，用紙巾又得。紙巾咧，你要將佢折到，哎呦，折到咧一隻角咁樣，用呢個 tip。去慢慢捽，打圈打圈，輕輕力咁捽，唔好突然間大力，突然間細力。如果唔係就一笪笪噶啦，你嗰個。有啲咩地方係可以唔捽嘅呢？
很明顯啦，一些比較多線條出現的地方，譬如這些 eyelashes 啦，你沒理由捽它啩，它變成劇嘢咁樣。然之後咧，有呢啲點解一笪笪一笪笪一笪笪呢啲咁樣嘅 light area？ 呢啲 light area 咁細咁點算咧？其實你可以，唔好意思啊，講開咗添。係啦，呢啲地方你可以 blend 完之後，再用你嘅擦膠。你嘅擦膠係需要，係需要咧用一個尖端位置啊，呢啲位啊，呢啲位係擦出嚟嘅，見唔見到？呢啲咁得，擦完出嚟啦。有啲地方係唔需要，譬如咧呢一啲地方，呢啲地方係大鑊啦。你係而家我要求係 photorealistic， 係極度真實，即係話。我哋要你見到啲乜嘢就畫乜嘢。如果我係你咧，我呢一 part 咧，我就會首先 blend 咗一個灰色先啦，大概中間呢啲顏色淺灰色。跟住我見到邊一度係好深色嘅，譬如呢啲一笪笪嘅，我咪跟住佢咯，跟住佢啲 shape。見到啲乜嘢就畫啲乜嘢，慢慢嚟嘅咁樣。然之後咧，呢啲咁深色唔係咁淺色嘅 light 咁點算咧？又用翻呢一個擦膠嘅釒釒位置擦翻出嚟。我呢啲有啲深灰色，唔係好黑嘅，咁咪輕力少少咯。呢啲地方就要見到啲乜嘢就畫啲乜嘢，唔需要 blend 啦。記住 blend 唔係一定靚，你要揾到適合嘅地方 blend， 而佢係呢啲位 suppose 係好 smooth 嘅，你先走去 blend。如果唔係好核突一劈咁樣，得唔得？咁第二就揾 darkest dark 啦，第三就係你要 blend 到一個 grey tone， 係咪一定要 blend 咧？又唔係嘅，畫啦。最難就係 observe 呢一啲唔同程度嘅灰，唔同程度嘅灰。然之後，你今日嘅工作其實就係畫似一幅黑白相。你的黑白相可以是人，可以是有个人在这里，不好了，我怕你们真的会这样画 so scary。 可以是刚才我那只眼，可以是一些 still life 啦，类似这些东西啦，又或者是一些人啦，或者是 landscape 啦。你可以找一些很簡單的，但是目的是想 train 你，所以呢給一些大字好嗎？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一些黑白你喜歡的，你就 save 了一張這樣的圖，然後將它轉做黑白咯，你電話應該 OK 啦，是不是？今天呢需要用的呢就是一張 A4 size 的畫紙，然後你用你的電話對著一張黑白的相來畫，就是這樣啦。咁呢個 exercise 咧，用鉛筆 pencil 畫。如果你唔 OK， 今日畫唔曬，咁你咪翻屋企咯。咁呢個 exercise 你夾喺你個sketchbook 裡面，好冇？我覺得好襯氣啊，自己。我講完都唔知講緊啲乜嘢。咁嚟緊咧，我會同你哋一齊畫 charcoal 嘅。我唔想我唔喺度嘅時候叫你哋自己畫，好戇居。我想同你哋一齊畫。下一堂啊，你哋而家可以預備一件唔著嘅 T， 一啲可以整得污糟嘅 T， 保護住你哋嗰件純白嘅校服。咁樣，因為你哋收 VA 咧，你哋嘅校服會有光榮嘅戰績嘅。但是我怕你阿媽阿爸鬧，所以呢帶件件衫回來。還有你要開始想想你需不需要買一些 acrylic 啊 watercolor 的東西。下一次如果可以去到出面寫生呢，那就最好啦。但你們都要有自己的 material， OK？咁就係咁啦，
我回來再見你們啦，你們現在不要浪費時間，專專心心去畫好這個句，好嗎？有些什麼你 WhatsApp 我，你畫畫下，你真的 real time WhatsApp 我，我盡量回答你，好嗎？好，另外一件事啦，真是慘豬啊，你們，你們應該周街見到這個，我呢，心目中呢，哎呀，這樣的，在後面那個啊，在心目中找了某幾個人，某幾個人都會一起幫忙，然之後我現在在拍片去宣傳這個 video， 那些經常不交東西那些，我一定會找你們的，有些什麼就 WhatsApp 我吧，拜。